哇，这个花好漂亮啊！辛苦。这个花是送给谁的，小美？我的。你的？你买来干什么？我没有买，有人送给我，但是不知道是谁。啊？有人送给你花，粉丝吗？我知道，不是粉丝。不是粉丝啊？那谁送给你花呀、啊？我无缘无故，肯定有故事。你们想知道是什么故事吗？小美，肯定有故事。也拜拜。圆圆，你在吃什么？他们在吃螃蟹。你来叫。这个越南的螃蟹我买来给他们吃的。哦，不是啊，是我朋友送给我，然后我给他们吃。那个皇家酒店的老板，皇家酒店老板送我们螃蟹吃。好吃吗？机会。安控，嗯，老狼，老狼啊，嗯，越南的螃蟹，但是肯定中国也有螃蟹，中国的阳澄湖螃蟹是最有名的，江苏以前我也吃过。给你买对 M 的，嗯，好吃。圆圆，圆圆在咬。好，你们先吃吧，先吃，我去忙了。拜拜。嗯。忙嘞，那个姐姐。吃完螃蟹，然后现在工作了。这是什么？你的。哦，买错了。神经啊！买海港空烧吗？练呢。没事，衣服也到了，准备工作了，还没吃饭。今天是第二天了，昨天就拍了一点点，全部打开啊！这 ，Hello， 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璇。小璇啊？啊。璇璇啊？哎，他也叫璇璇吗？圆圆。璇璇你好。你好。嗯。那就是。哎，璇璇。萱萱，你跟他一样名字啊？嗯，对啊。那我以后怎么叫？小谁呢？他是小谁呢？哦，你是小璇，他是璇璇是吧？你们两个谁大？谁大？我。你大一点。那你是大璇，他是小璇。啊，他是小谁呢？嗯，那你是璇璇。啊。好不好？你比较大嘛。嗯。我老了。大一点。嗯，好，我们中午，这个是我招的翻译。中午吃，我们中午去吃什么？圆圆，你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吃火锅吧。哦，吃饭吧，吃饭。去二十九号餐厅吃饭吧。还行，还行。还行吧。还行，吃饭呀。不然怎么赚钱？怎么其实中午点的外卖，越南炒饭，机会，好吃吗？好吃啊！我还炒了两个瓜，一个丝瓜炒肉。老板，龙安。龙安啊！老板，龙安空。安。我还是会讲一点越南话啊。这是我吃的粉没吃完，我吃饭好快啊。他们吃的太慢了。吃完饭，然后就是打包衣服，这么多。星空，嗯，星，你用这个软件？没有，它本来就漂亮啊。我给你拍也拍漂亮的，我等一下你自己看一下。不用啊。你怕？啊、哦。太丑了，你拍很漂亮的，我跟你讲。超级漂亮。等一下你剪，帮我剪视频的时候，你看得到。
mình đọc bình luận nhá, toàn nói thằng Phong bảo chúng nó làm việc mày cứ quay quay chúng nó không tập trung làm việc. Chị em ở ngoài ấy, có phải ấy không nhỉ? Ví dụ chị này bảo giao chị em ngoài gần ngay đây ấy, thì có kiểu phải tạo phiếu. Tạo phiếu như thế này. Không không thì mới luôn đấy. Thì chị ra chị lấy cái túi đỏ ấy. Đóng để hàng vào rồi chị ghi số điện thoại các thứ nhỉ. Kinh nhỉ. Máy thứ tải cái nào đấy? Cái này à? Cái này à?下面最下面那个名啊，问单数单，你的，看看。你学很快，轩轩，我看你一来就学会了，很厉害。这个刚招的这个中文。会印，这个很久了，怎么会印？印怎么不印呢？印着。没有。后面耳朵里头，眼睛。小美，你太忙了，我现在去买菜给你做饭吧。好的。我去买菜，你们在这里，我去自己去就好了。啊，你们忙吧，好不好？拜拜。拜拜。云敏，要在这里吃饭吗？小美。忙。忙吗？忙啊，这两天生意比较好啊。忙死了。是啊，这两天我衣服为什么卖的这么好？这两天突然之间我都不知道。妇女节今天你们不知道吗？妇女节？忘。不是妇女节，不是三月八号吗？三月八号，今天是越南妇女节。哦，越南妇女节，所以说有人很买衣服多是吧？对呀、啊。原来如此。哦，难怪昨天有人送你花耶。哦，你是在单上？哦，原来是。那你是妇女啊？那不是妇女是什么？你不是小姑娘吗？小姑娘不是妇女呀、啊。小姑娘22岁23岁应该不能算妇女吧？算着哎。小孩子应该说你们只能过儿童节，对吧？那今天我做好吃的给你好不好？好，还送花啊？送花好的，等一下我买花给你。昨天你的花呢？我的花我拿回家了。昨天小美收到一束花都不知道谁送的，现在知道是谁送的了吗？不知道。还不知道？那你打电话问呢？打电话给谁？没有电话号码呀、啊。每个人打一次啊，朋友。每个人要打谁？谁送我的花？哎 ，Hello， 你好，哥哥、姐姐，你们谁送过我的花？对吧？吧。啊？这个我来念。等一下啊，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嗨，干嘛？拍鞋子一下，没事。哎，你明明也喜欢穿一个袜子，穿一个这样子鞋，你也喜欢这样穿啊？好看嘛，可爱嘛，但是这个太差了，是这个是你的，哈哈哈哈。你这样穿我鞋啊？我不要晒鞋了。没事，我已经买新鞋了，我买了个新鞋。两万。嗯。好看哦。好看，你喜欢吗？我给你买一个。好啊，那你不要，那你就穿我的旧的吧。
有人đói không? Đói chết rồi. 饿了，太饿了。饿。饿死了，马上做饭给你了。有，我有请厨师过来帮你做饭了。我的大哥，大哥们。我现在忙了，我兄弟们也过来经常帮我做饭啊，太好了，他们经常过来帮我做饭，我就不用后勤工作，就不用，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越南吃不惯嘛，而且自己做的好吃，对吧？好，那你去忙吧。嗯，跟大家拜拜一下，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哎，今天妇女群你想说有什么话想说吗？说一下。啊。送给你们的女朋友，你们的妈妈。送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送的。要买衣服我们送嘛，我不知道啊。哦。好看吗？好看，没有你好看。你买的。你还是比较好看一点，小美。瞧空好看喽，小美观众。没挂，好累了，好累了，那不拍了，拜拜，拜拜，璇璇拜拜，拜拜一下最新来的员工，拜拜，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哎，怎么挂讲这么好，好，忙吧，好乱哦，家里，满地都是衣服的垃圾。Đổi cho nó. Nên lại đơn đi, chắc mọi người quên đơn rồi đấy. Thôi kết thúc rồi.